一个要帮我们分享的是你、啊、白雪公主吗？好啊好啊，自己养吗？自己怎么好意思讲？哎，为什么坐这个位置都有一点怪怪的？不是，跟上一场也是，对对对，这个东西也是怪怪的。对，没有，不要这样说白雪公主，我不许你们这样说我。哎呀，孙胜哪个真的怪怪的耶？怎么啦？老师，你看老师上一集也在。是这个超好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有一些人呢、啊，腋下会流，我是哦，我也超容易。然后因为像之前不是有出一个类似像腋下的护垫贴在下面，对啊对啊。可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够环保，而且它贴的感觉那边就是会有一块硬硬的，那个会长痘痘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啊，之前有贴过，然后就闷住，然后。因为这腋下长痘痘都是长那种闭锁型的，要用拿针刺的。没有，那也用不出来，会很痛，会痛至少一个礼拜。啊！我尽量我就是建议尽量不要闷住，就不要。那你就是一直这样子，然后穿吊带。对，你要穿这种，就要穿这件。对对，因为啊，那时候我就在想说，我那时候。它是这边有个垫，两块翅膀。对，因为呢，我就穿灰色的 T 恤，然后跟 Kate 出去，然后 Kate 说：“哎，你腋下这样，灰色最会。”黑对，灰色，然后不然就是蓝色，还有那种卡其都会。然后后来我想说不行，我想办法。那因为我之前在日本嘛，我就有发现这个，然后我就跑去买，因为这个在台湾没有卖，而且它这个是还可以凉感的。你就是如果穿在里面，有时候你造型师会帮你借衣服，对，他可能就借到一些出汗。会比较明显的，那你可能就要穿在里面，比如说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可能那背心，然后我这两片就露哎，哇那我这两片就你好敬业，你脚扭到哎，还好还没有扭到，没有扭到，这两片就要放出来还是放进去？放在里面。可是通常没有，通常背心不太能穿，就是要有一点袖子，是有袖子的，哦，有袖子，它是垫在袖子上，它不能单穿啊，不行不行，然后它等于就是两个小蝴蝶袖，小蝴蝶袖，然后还有白色，我白色不是很容易会黄掉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，你好好洗就好，不要吃甩呀就不会黄掉，对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芒果吃多了，胡萝卜吃多了，汗真的会变坏，对啊，我的白 T 大概穿个三四次就黄掉了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吗？还是你有擦那个止汗剂？擦止汗剂会哦，所以就是尽量不要。因为我们这样站着啊，如果没有那个一直擦汗，那个汗就会从这边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也会。有的时候会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不漂亮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因为这样，你看像我这么漂亮的白雪公主，万一下湿了，这样很难看。再来就是因为我常出外景嘛，哎，然后像这个呢，就是。擦的它这个凉感纸巾，你擦在皮肤上，它会有一种粉末，就是你先擦你的腋下，而且你擦完腋下很香，然后你叫新美姐闻，它真的好闻，它擦完会有痱子粉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因为也是腋下用的，没有，你可以擦，但不要擦脸，你可以擦所有你比较会流汗的地方。我不要擦，可以擦手啊，你可以擦，你可以擦手，然后它就是擦手费就有粉，有粉，对你擦一下就好了，让它干，然后它就有粉，它就是会让你不是你身上会黏啊，你黏它就很干爽，然后香喷，没有些流汗可能会有点臭臭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擦，然后如果再不行的话，你就开这个电扇。然后呢？好酷哦！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制冰的功能哦，它可以做冰块制冰。对对对对，真的啦！你看，它等一下这边就会开始，它开始会，然后喷冰出来，没有喷冰了，就是会像那个我们那个导入仪，对对对，它会变冰色，会变冰冰的，然后冰封，有，它已经起来了，它起来，你们看凉凉的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它已经开始凝霜了，有点类似结霜了。对，这边就很冰啊，然后吹出来的风就是冰的哦。那你可以贴着皮肤吹吗？可以吹，这样子哦，就整个就很凉，冰镇的效果。对，你要用这个啦，真的吗？你要用这个，不然你就不要接这种节目啦。不行，就一种外景啊。没有外景，我们都会带着，然后等要开始拍，我们再把它关掉，不然会有风。就是随时要擦，对，你要一直擦。就是你不能偷懒，真的，对，流汗真的要赶快擦掉，不然真的会得汗疹。日本街上也是每一个女生手上都有一个风扇，然后再来就是头啦，因为有一些人我们会骑摩托车嘛，然后会戴那个安全帽，然后拿下来的时候其实都有汗呐、啊，然后油全部黏在油臭味，油臭味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去做瑜伽，然后有人就直接就是做完瑜伽没有洗头，然后就直接头是湿的嘛，他就直接拿吹风机吹头，然后哇，那个臭味哦。对，
然后就怎么会这样子？女生漂漂亮就头不能有头皮味，所以像这个它是一瓶干洗发，但是它的味道非常的香，而且因为我用过非常多的干洗发，所以它这个喷上去它比较不会有白色的粉末，而且它的味道非常有气质，就跟我一样。最后是好像没有，本来大家还想要知道说，哎，在哪里买呀？你可以喷，你可以喷，你可以喷。就你可以喷在头皮上，觉得有点野艳哎，哪有野艳，明明跟他一样，而且很对，跟你一样，很有气质，有质感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叫盛老师，盛老师你闻闻看。哦，我知道这个牌子的。老师不想有气质。这味道很有气质啊！为什么要这样闻？想说散开来闻闻看。嗯，要聚集。怎么了？就干洗发。而且你真的喷有啦，清香啦，清香。啊，喷头皮上，那你头发就会瞬间就站起来，然后香香的。哦，就人家靠近你的时候也会闻不出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。赶快先弄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